天星期三，大家知道我们在哪吗？我在清境非常有名的春雨行馆。耶、yeah! ！哇，你们看，满满的樱花。星期三我们还出差，我们今天不在办公室前面，我们在哪里？在清境农场。而且今天绝了，今天邀请了巴卡面跟我们一起耶、yeah! 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都帮你准备好，你今天来这次就只要跟着我走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来到清境上面非常有名的春雨行馆，这边的景观真的是超级好，超级漂亮。哇，带大家来看春雨行馆的房间。好，这件我觉得最大的特色，你觉得是什么？风景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，这个风景厉害。那个景就是我已经想要直接坐在这个阳台上面直接发呆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讲正经，这间呢是八人房，对，现在是看到的是两张双人的床，那楼上它这边还有阁楼，对，阁楼一样也是有两张床可以睡。我觉得它适合你，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拍照的，很适合。基本配备就是它有一台电视，有 Netflix， 你可以自己登自己。它的沙发是蛮舒服的，可是那个电视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。它废的东西，它用的还可以啊，它是用上山的耶，然后压线，然后还有刮毛的。它这里还有它附的一些饮料，然后有咖啡跟洋甘菊茶。如果你去查春雨行馆，应该最多人打卡的地方就是浴室。它这里你就可以有那种完美照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然后裸着全身，然后这样拍，这样子。现在看到这些，你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现在这个时间点。是不是？嗯，哎，我真的超饿。春雨行馆真的很 lucky， 很贴心。他们还给我让我们做松饼。下午茶时段是4点到5点的时候会有这个免费的松饼手作体验。好哎，要来做了。先130，我要吃脆一点的。我真的已经觉得我的松饼很好吃哎。老板娘是很喜欢做松饼，对，筛过是它的口感会比较细致，对。哇、哦！大家的下午茶在我手中，哇，很成功！你的下午茶有救了。你不要再拍了，赶快吃，我们快2点了。自己做的就好吃，一定要加炼乳，不然不够甜。我是喝全糖的那种。She can look pretty, shine like the city, make him stop and stare. She can cross his path, hope he does the math. That 1+1=2. 饿了。肚子好饿，真的好饿哦！我们今天来吃的这间、嗯，为什么来吃？除了有没有看到它的招牌，你不觉得非常的奇花吗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只要经过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一间。合欢香肉面，大家也想说到底能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、大家经过一定有看到很多，烤鸡餐厅、活鱼餐厅，那这边也有。重点是它还有泰国虾，它还有泰国虾，而且它下来的时候不会晕车。春雨行馆，然后到这里超快，直接去车 go。哎，你看那什么，这一定要拍啊！哇，还有那边啊，泰国虾，认真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赞哎、欸，必须吃吧。这猪油拌饭超酷的，是你盛完饭之后再淋上这个鸡油，有蒜酥，你看，是炸过的油，它那个鸡油味超香的，嗯，很香，有那个油葱的味道，吃进去感觉那个油
鸡油味直接从你的嘴巴里面喷出来，真的很香。而且我觉得是因为它加了油葱跟豆酥，所以你的那个鸡油拌饭不会这么的油腻。但是他们的猪肝，他们说猪肝是招牌，它的酱调都很好哎、欸。是我吃起来，我看这个菜颜色看起来很像烤肉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它是把它处理的比较干一点点，可能是它是想要让它表皮比较脆，所以它的猪肝来讲比较薄，然后比较干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酱汁是非常好吃的，所以加在一起是还蛮好喝的。很特别，有蛮多人是不喜欢吃猪肝，很怕那个味道。那我觉得它因为有那个酱汁，整个有那个覆盖掉那个感觉。我要喝了，我要把这个。好香。有点中药味，有哎、欸，它那个卤汁直接是用那个去做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是会怕中药味的人，因为它中药味很重，跟那种当归味很重。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皮，阿给最好吃的就是它皮，很脆。一桌八个人应该够吃吧？很大只。它这边有三道菜，就是来这边必点。就是啊，我们刚吃了阿给跟还有泰国虾，泰国虾他们说是只有整个清境之后他们家有。再来就是这边也要吃的活鱼，那我们今天吃的是清蒸鲟龙鱼，对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它这间的调味都很重，必须得说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新鲜的，你真的可以感觉到。就是它如果太久的话，其实它的土味会跑出来，或者腥味。它这是没有腥味跟土味，这是真的很好吃。接下来要来试试看它的虾子，泰国虾。这样子以山上来讲，算大只的吧？这个大小。对呀、啊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，感觉这道就是绝对必点。它最推的是胡椒虾，可是因为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不吃辣，所以我们来点这个盐烤。盐烤感觉也是蛮能吃出它原本身那个鲜味吧。虾头吃起来不是那种苦苦的，是鲜甜的，那直接过100。再来吃它的肉，虾最好吃了，因为我是那种吃不新鲜的会过敏的那种。觉得你今天吃下来，你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我们要不要一二三一起讲出来，看我们会不会口味是一样的？一、二、三，猪肝，真的猪肝。但是我觉得猪肝它的酱汁很好，但我后面吃它比较大片的，其实是蛮鲜多汁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鸡大王的话，来清境你可以试试看，一定要点猪肝。对，猪肝跟鸡啦，鸡我的第二名。晚点见喽，拜拜。When nothing ever mattered but the two of us。早安，大家早安。真的睡了一个晚上，你自己觉得睡得好吗？其实我是一个蛮认床的人，但昨天我是觉得蛮安静，就没有听到就是大什么隔壁的声音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我睡得还不错。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他们有附电热毯。然后那个电热毯就是你前面觉得很冷，或者早上觉得很冷的时候开它，就觉得超暖的。因为其实山上的温度还是会偏低。对于行馆的早餐的话，是里面有自助吧，然后它里面自助吧，我们今天有的就是粥啊、菜啊，然后一些馒头这样。然后你可以盛完之后看你要在任何地方吃，像我们就选择在发呆亭吃。总之呢，你觉得春雨行馆你自己住下来，整体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这里啊，我们从早上跟下午还有现在的早餐都一直喜欢赖在这边。对，发呆亭真的是我觉得最棒的东西，真的是可以在这里发呆，而且晚上其实也看得到星星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吃风景的人，这边会适合你。I've never known a love so steady, even gold won't turn your tide. We flow together like an ocean.Every low and every high, and I would have you anyway. 这里超漂亮，我们刚每个人都哇，你们看，金鸡农场。打卡编这次带我来，不止来住好的，还给我去好玩日地方。他逼我一定要三月初一定要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季节，大家看我们身后。绝了，满满的樱花。我们刚每个人在车上，然后一下车，然后看到这樱花，我们直接。哇，好，我们一起去走樱花吧 ，Go！ 好的，那我们看完樱花，也拍完照，也跟杨妹妹玩完了，肚子饿了吧？我真的很想吃甜的。你知道我一进来我就记得这里有羊奶冰跟牛奶冰，他们冰镇很浓，如果我印象没错哈。
所以我们赶快来吃吃看吧。我选的是这种冰棒的，我是选它纯牛乳雪糕，对，很可爱哦。这边拍个照也是挺好看的。所以如果你来春雨行馆住的话，真的可以来亲近农场，他们都是有车子嘛，没错，他们有专车在接送，对，有专车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来。好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喜欢这类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